瓜皮佑的父女恋男友分手，竟然是因为张继科。今天有娱乐记者爆料，皮佑当初跟张继科偷偷交往了一段时间，张继科也偷偷拍下了皮佑的私密照和视频。张继科在跟朋友聚会喝酒喝醉了，还将皮佑的私密视频拿出来炫耀过，给一同吃饭的其他人看，这件事还在圈子里宣扬出去了。张继科和皮佑去年的确有一段时间视频合作，两个人以师徒相称，张继科还教皮佑打乒乓球和高尔夫球，两个人的亲密举动被网友们以为他们谈恋爱了，不过两个人都否认了，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合作，拍视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大家以为是明星和网红互相炒作博流量而已，可之后没多久，皮佑竟然说自己被前男友骗钱骗色骗感情，大概金额是400万左右。最近张继科又因为跟不少圈内人借钱不还，据说还以结婚买婚房为由骗了景甜上千万，于是被很多网友猜测皮佑所说的骗了他400万的前男友就是张继科。骗过你钱的那啊，是什么情况？是真的骗钱了吗？骗了多少？我们不给他做定义了，就不给他的干一个罪名吧，我觉得。那就不算罪名。就是也是很多，我不经常发现提这个事情，但是我的圈内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很少说，因为他们也觉得挺晦气的这件事。也是你的朋友应该比较了解这个事儿。都很久了，这个事情是我刚。你怎么评价他这个人？大家都别去沾边，吓人，下头，吓人又下头。我是听说啊，听说他当然把账户里所有钱都赚走了，一毛钱没给你留。我外债差不多当然是400万吧。我们都知道皮佑最近一段时间跟了一个叫陆文晨的，年龄跟他父亲差不多的男人谈恋爱，两个人很高调，经常秀恩爱撒狗粮。不过最近皮佑官宣分手了，但是分手的原因没有公开。今天有个娱乐记者爆料，陆文晨跟皮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张继科拍皮佑的私密视频被泄露出去了，陆文晨觉得太丢他的脸了，为了面子所以跟皮佑分手了。陆文晨不介意皮佑之前谈过恋爱，但是他介意的是这种私密视频被传播。张继科教皮佑打乒乓球和打高尔夫期间，两个人还喝了同一瓶水，两个人的举止亲密，也难怪网友会觉得他们当时一定谈恋爱了。关于皮佑被张继科拍了私密视频的这件事情，爆料人可信度还是不太高，因为之前景甜的瓜爆料人可是知名记者李威敖，今天这个爆料者没有公开身份，所以提醒大家理性吃瓜。